老师有没有记忆比较深他是最贴心的部分？他真的是个非常贴心的孩子啊，像之前我们如果说庆生会啊，就会我们会帮孩子每个月做庆生会，庆祝要庆祝他们生日，然后假如说哎哪一个老师还没进来啊，那孩子就抢着要吃，只有他会记得说要留一块给默默老师吃。对，然后譬如说哎我他的没做好，我必须要跟他洗把那个脚弄好一点，他会主动的说他自己来。你会自己来，会不会担心跌下去？不会，不会，曾经跌过，站起来就好了，对不对？对。不要去麻烦别人，因为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然后，对，那现在他可以在我们洗衣房里面帮忙折衣服。对，然后他觉得非常，这是他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他一直一路想靠很多人帮忙，他觉得他现在可以做一些回馈的动作，也帮医院的更比他更需要的孩子折折衣服啊，对不对？你在学校里啊，在求学过程之中有没有遇到很辛苦的事？有啊，上厕所就不方便。上校车也非常不方便。你都怎么上校车？用爬楼梯。你都是用手爬的吗？对。你就是用手这样爬？就抱不动。其他同学抱不动他，其实这样众多的孩子要求学真的蛮辛苦。早期的我当然环境没那么好，我们一定要一一的拜访学校，说可不可以收留这样的孩子让他去上学。他到小学五年级才有机会上学，对不对？对。然后当然在上学的同时，我们必须在家里，在台中医院里面帮他做附件一些配套的训练，去他学会怎么样移位到马桶啊。对，我们干嘛想哭？不会，一路上真的是老师同学都很照顾他，然后放下那个校车啊，老师跟司机会帮忙抱上抱下的。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孩子。你有没有想要找妈妈？想啊。你会想跟妈妈说什么？祝他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他希望他确实对妈妈没什么印象。对，他小时候努力做复健的一个动机就是说，我们会鼓励他说，你想要找妈妈，你可能要先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不要让妈妈没有有太大的负担才有可能。所以努力复健是为了想寻找家人，可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长大，他知道他即使回到高雄也不一定有家人在那里。对，所以他现在常常会喜欢画图，他那天才画一张图跟我讲说，他画了很多房子，然后都看起来是很精彩的房子，他说他要住这里，而且大家跟他一起住，他知道医院就是他的家，大家还是要住在一起。我还记得有一次有那个参访人士来医院参观，然后在会谈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们台中医院真的很用心的照顾孩子哦。我刚刚在洗衣房遇到一个孩子，我就问他说，哎，小朋友你有爸爸妈妈在哪里，住在哪里，有没有？你怎么说？他就说台中医院就是我的家，老师就是我的妈妈。啊，你这样说。对。你说我知道阿伟今天有准备一首歌，对不对？对。什么歌？我呢，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哦。对。你要唱给，那你要不要唱你是要唱给老师听。好。好，来。我来是偶然相遇的看图，我的看图，我的脆弱，我来是何方？我情在何处？对待下一个不放我，天际最宽，最跳舞最难走，我看遍这人间，看破几乎。我还要多少爱，我还要多少泪，加上现实到我不忍住，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把我心声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你，把开放了我一样会珍惜。
谢谢大家。阿伟其实是非常不方便，因为阿伟的讲话跟很多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哦。可是他心里面，不觉得他很灿烂吗？他很灿烂，他也带给我们周遭人更多的灿烂。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这本绘本哦，就是写阿伟的故事。阿伟里面带到这里面有带到他在学校里面，然后他的角度所看到的朋友都长得不一样的高，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在走路等等的这种有他从他出发点的一些想法跟故事，对不对？不是长颈鹿这本书，对，它是我们国内首次以身心障碍机构为背景的一本绘本。它最主要是讲说可能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像陈伟成就我们跟我们不太一样，对，就不一样有人，他一样有他的优点，希望我们大家透过这样的故事来认识这些孩子，他一样是需要得到关怀的。它里面是以我们台中医院为背景，里面的人物也是就是那边的孩子，对，它里面就是有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虽然就是刚刚有提到永渡日月潭的，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叫做阿富。对，那阿富是阿伟的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是吗？是。你要不要来讲讲啊你的这个好朋友的故事？阿富有多大？你听听看。他很小。很小。阿富有多小？阿富有多小？他的人生场大概是这样子。其实阿富大家已经八岁了。阿富他是一个先天性染色体异常，然后又脊椎发育不良，然后又早产，就是身上有很多的病痛在身上。这个是阿富吗？不是，对，这个是阿富坐在就是坐在板板上面。对。要不要来继续说说阿富的故事？阿富他就是我刚提到，他就是有很多毛病在身上，然后他现在八岁了，体重还不到八公斤。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小。他就是他一出生，他就是他自己一父子，一出生没有爸爸。那去年妈妈也过世了，所以他现在是几乎都没有亲人的。当初他是一直坐在慈济医院，大概做治疗了一年，同样的状况，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收容他。说他也是这样来到我们台中医院。我记得刚来的时候他还是插着鼻胃管，因为他没有办法从嘴巴里面喝牛奶，因为功能可能还没发育好。然后比较更麻烦就是说他的下半身没有知觉，所以他在排泄上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常常会有胀气，然后肚子痛不舒服。然后他也蛮乖的一个孩子，他从来不哭闹，他只会呻吟，很不舒服的呻吟。而老师就把我们的老师就把他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用尽各种方法，按摩啊，尽量给他喝果汁啊，然后甚至用自己的手指头去帮他挖大便，每天都做这样，让他接受到。是。